今天拿1000块钱挑战，看我能不能赚个20000块。如果赚到20000块，你给我点个赞。走。说起石头，大家肯定不陌生，随处可见。怎么让石头变成钱呢？啊？走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哇，老板娘，这多少钱呢？这个4万。4万。啊。这么贵。贵了。还不贵，4万。啊、这便宜吗？这几千？这个也20了。嗯。20。哇。20万。啊。算了。我慢点给你放下。哎呦我的妈！美女，这个几千？15。啊？15万。贵呀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？妈，慢慢给你放下。现在料子这么贵，这三件呢？这三个4万。完了。4万。对。BBQ 了，完了。签数谈不谈？不谈。明天再拿着房产证来买啊。你看石头值钱不值钱？开价都是几十万的，咋买？走吧，我们去地摊上转转，买点便宜的。哎，怎么是你呀、啊？啥情况？认识我啊？做的那么漂亮，那个8000。啊，你这个是变什么的？这个？这是挂件绳。挂件绳啊？嗯，对呀、啊。我这个一条多少钱？这个一条我们手工费3.5。3.5。你石头随便卖个就行了。还编在那干嘛、啊？是不是？不好做嘛，就随便做一点。对，这些都贵不贵？嗯，这边不贵，那边贵。帮我多选几件。行，我挑几件，你帮我看看多少钱。挑几件啊？其实这种我都能做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价位的问题。是啊，你能过那么好？你这一手多少钱吗？这一手多少钱？我帮你拿。这一手。对。这一手。给我打几点啊？嗯，打地点。对啊，我做好我还送你2件。真的啊？真的。那我肯定赢你。行。对呀。这些18000。1000块够不够？来，我给你，来来，给你。你别笑。我去，想给你100。不可能，1000块那么多，这么多钱。就这么多够不够？不够。口袋都没有了，看到没有？可以了。最低多少钱？打个最低吧，我打实在价。这1000万我知道肯定买不到。那肯定拿不到。那最低多少钱吧？15000。万吧。对呀、啊。这样打吧，你看，1000。这边的话，再打个1000，3000块，刘兄我帮你拿了。这样打不行不行。可以了，你看我都跟你说。差太多了。差做好还有你2件呢，你打那么高怎么给你做？是不是啊？最低差太多了。要打个最低吧，一口价。差太多了。一口价多少钱？5000了。工作的那么好，还差那几千块。嗯，工作的好也是自己天天在家雕啊。那我们也是薄利多销啊。你少赚我一点，这个本钱是不是2000块？你告诉我。没赚你钱。这么多本钱是不是2000块？值不值？不值，最多不超3000。哪里呀、啊？你天天也在这边逛，你也知道。这样吧。加多800块，3800，你发我也发，给你了，你来支持我一下。我跟你说，回家赚钱，明天我来包这一摊，后天包那一摊，几天都把你这些都买完了。买了。是啊。打的那么便宜。你让别人看看这便宜吗？可以了，那行我帮你拿吧。我跟你说，像这种的应该就几百块，你自己打一下是不是？啊，那我问一下吧。对呀、啊，你问一下。耶、yeah! ！哪有这么多？什么时候买吧？我全部买，先买这一点。买不起，给我找个袋子。来来，看看这石头，赚大了今天。到，开始表演了。我去，这一堆石头，随便做一件，就这种的，做一件，估计本钱都回来了，还有这么多。这3件货做好了，效果怎么样呢？如果喜欢，点个小爱心吧。